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Unread 虚拟 Win10 如何直通和显声卡。首先打开 Unread Tools 系统设备，找到显卡声卡的 ID 并记录下来，然后点击 Mine Flash， 在 Unread OS 里粘贴这段代码，并将刚才记录的显卡声卡 ID 填在这里，然后点击 VMS 创建虚拟机，参数参考我的选择，其中这里的驱动务必要挂载，否则在 Windows 安装时会提示找不到驱动。保留 VNC， 点击加号，添加第二块显卡。显卡 ROM 可以不加载。添加声卡。点击创建。然后登录你的虚拟机开始安装。安装过程我就不演示了。其中需要注意的是，找不到硬盘时，加载你刚才的驱动就可以了。安装完成后，开始安装驱动，尤其是显卡驱动。此时的和显驱动可能会安装成功，但提示错误，不用管它，然后关机。点击你的虚拟机，编辑XML 视图，在倒数第二行插入如下代码，然后点击 Update 重新启动。这时你会发现显卡已经安装好了，和显及声卡都已经完美的运行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